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就埋邊位置胡椒軍曹啊，外邊天火同人就走咗上去，咁啊再見到啦，中間位置有超額營購啦，外邊紅眼罩咧就精益大師啊，內欄第五位電腦七號啦，第六位仲有隻美麗緣分享二搭喎，咁啊再喺外邊黃衫尾五到咧就奇寶啦，咁啊內欄尾四威武良區尾三中檔有心花房啊，再後邊嘅馬快如龍啦，咁啊再見到咧就喺外邊啊精選威啦，三隻胡椒軍曹啦，中間第四位有超額認購啊，再後邊嘅馬有電腦七號美麗緣分想攞出去啊，外邊追嘅馬奇寶心花放最出係快如龍嚟噶，好啦，最後二百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見到外邊位置上咗嚟就係嗰只超額認購啊，中間有天火同人啊，涉入邊追，仲有隻電腦七號啊，接近中啲電腦七號埋邊串上嚟，睇嚟有機會到先啊，咁啊中間位置有天火同人外邊。仲有隻超額認購，幾隻馬都相當近㗎。入邊胡椒軍曹係咪跑第四呢？結果今早賽事電腦七號涉咗埋去入邊，啱啱到先啊！中間黑色鼻箍有天火同人，外邊超額認購第四名埋邊，似乎係嗰隻胡椒軍曹嘅機會較為高啊！咁啊，三。